大秦帝国第四部《阳谋春秋》第一章：目政为奸。大田令、太仓令、邦司空三位为经济官员之首，位列朝堂大臣，直向秦王奏事；其余六位则是开府丞相的属官，大体皆是大夫级。 中等爵位，寻常情势下都是听命于丞相，而不直接面对秦王。此等官员直觉虽低，却都是实权在握，直接与百业庶民打交道，被坊间国人互为“夜官”，即专精一业之官员。以国事法度与秦国传统，这般三等臣子。 合为一体，被国君召见，是从来没有先例的。也许正是因了这个缘故，老臣子们礼遇寒暄之后，三三两两的议论起来。足下瞅瞅，到来一般只是老朽，你说老亲王要作甚？无非要大行敬老之风。老王。 先自垂范朝野，岂有他哉？<laughs> 老哥哥可笑也。若行敬老，能独敬我等识货之老，其余老臣不算老吗？大事大事，老夫之见，大约老王要谋金邦济世之策，要我等。 建言献策？不不不！易老连连摇头：“属官尽在，丞相缺位，能做朝会谋划？”对也，丞相不来，腿也拖大。易老愤愤然了：“晋升晋升！”易老低声笑道。 丞相能不来吗？那是未奉王命，不得见赵。这就奇了、啊，一年丞相便不见众，匪夷所思也。不照丞相，老秦王有精神？听得完，我等絮叨。听得完，听不完不打紧。 要紧是谁个总揽推行？老秦王自个儿动手吗？这不对了。说说而已也，听听而已也，莫得当真。老臣们惊喜忧戚，莫衷一是之时，四盏风灯悠悠从池边而来。 老臣们立时肃静了下来。风灯渐行渐近，劝见老秦王坐在两名武士抬着的金山竹榻上。雪白的长发散披在佝偻的肩头，宽大的麻布袍袖几乎善盖了小巧精致的竹榻。一双老眼始终微微闭着。 时不时传来一声断续的呼噜。看看将近十停，走在竹榻旁的几世中轻轻咳嗽了一声，老秦王立即睁开了双眼，呵呵笑声随风飘了过来，哈哈哈哈哈！老人都到了，好啊，不用见礼，各自入座，先吃喝着。 说话间，竹榻稳稳落地，秦昭王扶开了前来扶他的几侍中，竹杖一点，站了起来，微微颤抖着，霜雪般的头颅，一步步挪了过来。参见我王！老臣们肃立在庭外各自案座旁，齐齐的躬身施礼。坐了，坐了。 秦昭王呵呵笑着，靠近了特设在石亭宽大台阶上的坐榻坐案，伸展着腰脚，扫视了老臣们一眼：“谁不能席地？说一声，换坐榻。”臣等尚可。老臣们齐齐的回了一声。 老来能屈身，好事也。秦昭王感愧一句，举起了大爵。都是一般老人，多年未曾谋面，来，先干一爵。诸位，硬朗康健，我王万岁！老臣们兴冲冲一呼。 纷纷咀嚼，鼓鼓饮了下去。难得也。秦昭王悠悠啜了两口，放下酒爵，笑道哈哈哈哈：“今日月明风清，与昔年老人一聚，实堪欣慰。” 诸位尽皆经邦济世之臣，长事务实，熟悉我土我民。虽至世有年，时或有尚书言事者，足见老人忧国之心未尝有减也。激励一番，秦昭王一声叹息：“唉。” 天意也。长平大战后，老夫有失洞察，三战皆败，国力大减，竟不能出函谷关逐入中原，诚令山东六国笑耳。当此之时，如何使秦国再起？如何使根基夯实？ 老夫无良策以对，想请老人一谋。诸位，但以国事为重，尽可直言相向。武德有序。亭下一片寂静，原本隐隐约约的呱呱蛙鸣与悠悠蝉声，显得有些聒噪。 见老臣们的目光都看着四车庶长，秦昭王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有言在先，今日只论直事所能，不论官爵高低。老庶长不设实务，懂个甚？请他来，还不是为了坐起来方便？太子、丞相都没来，就是为了诸位说话方便。武德多虑，但说无妨。” 老臣有话。太仓令颤巍巍站了起来。昌平大战前，老臣长仓。其实大秦腹地六座仓黎，尽皆盈满；数名小户，犹有,有百户存粮。更不说汉水防陵仓、楚地南郡仓、河内野王仓。 阴山云中仓，苍苍足楚。我王昔年入河内，督导长平后援，不患粮秣不足，唯患运力不逮，何等气象也！疏忽十余年，秦国腹地仓里存储不足三成，山东外仓更是压仓尤难。 近年关中旱涝不均，土地荒芜，年成大减，庶民加仓，消耗殆尽，已成春荒望田之事。唯其如此，老臣以为，当今第一要务是增加年成，足仓足食。一言落点，莫作又彩铁，已经站了起来。 臣启我王，自我大军退回关内，宜阳铁山复被韩国夺回，铁石所需难以为继；咸阳铁坊开工不足两成，兵器打造已经停顿，唯能小修小补而已。大型兵器，非但十余年未添一件，且多有锈蚀坏朽。 而无以休憩，如此再有数年无铁，大秦之强兵将不复在也。如何,如何？如何？秦昭王嘴角猛然一抽搐。年前国位尚且有报，铁石足兵不足为虑，如何一时如此窘境了、啊？左采铁。 昂然站起，高声道：“大秦官风今非昔比，我王听得几多真话？”秦昭王脸色倏地阴沉了下来，终是生生忍住，腮帮咬得鼓鼓的，狞冽一笑哼：“诸位但说，多点说真话，老夫。” 要的便是一个真字。我王求真，老臣敢不谋国？官氏起身，慨然拱手。自山东六国重启合纵，我军大败于信陵君统帅的旧赵联军，关外入秦商旅已锐减八成。咸阳上商坊，原本是万商云集。 物流如何？而今萧书冷清，百步余一。诺大咸阳南市，原本是与北地胡商交易牛羊战马的天下大事，如今也减少了四成上下。商事萧疏十余年来，山东大商之税锐减九成。 其余官事税金大减六成。若无盐铁两项支撑，大秦商势即于崩溃已，老臣也有话说。老态龙钟的钱少内，颤巍巍站了起来。老臣西掌钱财，府库存金三万六千亿，秦半两通行天下。 年铸六千八百三十四万枚，珠玉宝藏并各种古董器物一万六千两百五十三件，但有秦始东出连横，在在邪金千亿之上。其实，不患无钱，唯患无才，却是何等气象！然则。 今日之拮据，老臣委实难以出口。一语未了，凄凄唏嘘，语不成声。秦昭王白眉猛然一耸：“今日如何？府库没钱了？”见举座无声，秦昭王不禁勃然大怒：“谁知道金术？说！” 旁边侍立的几侍中，躬身低声道：“臣启我王，秦法有定，府库存金，素为邦国机密，致世臣子无有过问。臣因王宫用度，与府库多有来往，大体揣摩，府库诸项钱财合计，大约只是昔日三成上下，岂有此理？” 秦昭王嘟嘟嘟，连顿竹杖，满脸沟壑都抽搐起来。见老臣们一片惶恐，生生咬着牙关，压下了怒火，长吁一声：“哎，老夫非对你等也说，还是那句话，都得说。”一时间，老臣们纷纷诉说。 大内说，器物存储不足以应对一场大战。大田令说，关中数万亩良田变成了荒芜的盐碱地。昔年入秦的山东移民已经开始悄悄外逃。邦司空说，名利维艰，仅靠刑徒劳役根本不足以开通蜀道。王世臣说，百工作坊。 已经有一半停工待料，连兵器维修的皮革、生铁、木材等也不足用了。连司车署长都说，王族封君的封地这些年也是水旱平仍，年成大减，有几家非但无力纳赋，还得王族府库倒贴。总之，是人人诉说艰难，缅怀昔日大秦强盛，无不感慨唏嘘。 说着说着，秦昭王的怒火似乎渐渐的平息了，但那雪白的长眉紧紧缩成了两个白钻。听到末了，冷冷一笑：“呵呵，再难再苦，总得有个出路不是？诸位说说，当此艰危之际。” 当如何使秦国再起？哭穷哭难，顶个鸟用！一句粗鲁的骂声，老臣们惊愕的面面相觑，无话可说。骤然之间，老臣们觉得未免也太兜底了。老秦王脸上也是实在搁不住了。可是，要叫老臣们当下谋划对策。 却是谈何容易？且不说这些老臣子，只是多年已经不谋其政；纵想谋政，也都是人各一业的事物传统，谁个能有通盘长策？更兼原本已经觉得说的太多，谁还敢贸然对策？愣怔错愕之下，都低头盯着案上的酒菜。 痴痴发起牢歹来。散会，秦昭王竹杖独的一点，站起身，匆匆大步去了。慌得几时钟与几名武士连忙一溜小跑赶了上去，竟将一班老臣丢在池边无人理会。回到书房。 秦昭王脸色铁青，靠在坐榻里，泥雕木塑般望着黑沉沉的屋梁，吓得书房内外的内侍侍女大气也不敢出。过的顿饭时光，秦昭王猛然站了起来，大喊一声：“传令长史，明日立即出巡关中。”几时钟答应一声，飞不去了。片刻之间。 长史捧着一方木匣，匆匆来到，进门道：“启禀我王，丞相蔡泽，营夜紧急上书。”秦昭王冷冷道：“本王在宫，为何不来直说？”长史道：“丞相是要觐见,见，陈言我王今夜早起，丞相思忖再三，说声难得。 留下书简去了。秦昭王扫一眼木匣上的泥封，喘了一口粗气，哎，打开。说罢，靠在坐榻大枕上，眯缝了一双老眼，念来听听。长史念他几句，秦昭王猛然睁开眼睛，连连摆手：“且慢，且慢。” 从头再念。长史一点头，抑扬顿挫的声音在书房清晰的回荡起来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